Hello 啊，各位好啊，阿布主又来了。今天我们继续拆包啊，这是一个网上卖军粮的网友啊送给我的，他说搞了点新东西，让我瞅一瞅啊。所以说我就瞅一瞅，看看他是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能让我看见。他要是真要搞到能让我新奇的军粮，我真是佩服他。啊，09压缩干粮。然后就这个吗？这东西不新奇啊，看看啊，那应该就是它指的新奇就是这些东西哟。军用体力恢复剂，哎，这个之前我做过测评啊，这两种军用体力恢复剂我之前做过测评啊，哎，这种是部队的，其实这种是军转民的啊。然后这个我倒没有啊，这个是煤矿救难，这是一个救难的体力恢复剂啊。啊，这东西应该是矿工或者是某些封闭环境作业的人员，哎，在那个救生包里或者是救生的那个东西里放着的。然后哎呦，这个啊，这个东西倒还是少见了。首先呢是这两个是耐储存能量棒啊，这两种能量棒我倒是没见过啊。麦香风味儿，然后这个是花生味儿的，这两种能量棒我倒是之前没有见过啊。我吃过很多种解放军能量棒，这两种倒是少见啊。然后是，哎，这种我之前见过了，这种就是比较少的啊。09军用能量棒，其实这个是我和我上回吃那个特种部队那个固体棒一型差不多啊。其实咱们那个固体棒一型，准确的说应该叫做03型特战食品，不是03型了，说错了嘴了，13型特战食品。因为我看过咱解放军公开招标的那个招标书，上面介绍13型特战食品啊，里边有那个固体棒，应该那东西，这东西是09军用能量棒啊。我先打开来看看。我记得去年我在那个过年的时候我测过，过年的时候也还是元旦之后我测过一个这个，但是那个已经过期了，吃起来是酸的啊。哎，看看这个怎么样。哎，撕开之后，哎，还是这个咱解放军军用肥皂的造型啊，还是这样。这个的话看品相来说应该还是可以啊，因为摸起来没有那么黏。嗯，看这个断面，这个冻的比较结实，因为我刚拿了快递回来。总体来说，嗯，这个没有坏，这个还没有坏，因为吃起来还是那种软中带硬、绵软的口感，然后和这种微咸、略微带一点奶味儿，但是很淡很淡，几乎尝不出来的那种味道啊，解放军能量棒的一贯的特色。因为咱解放军的能量棒是以大豆蛋白作为这个基底的，所以吃起来基本上没什么味道啊。而且咱们解放军的能量棒有很大特色，就是吸收快，排泄少啊。哎，这个我吃一口就得了，因为这玩意儿确实不好吃。我尝尝这两个吧，它这个先尝尝那麦香的啊，看看这两个怎么样啊？军用耐储存能量棒，麦香风味，然后麦芽糖浆，哎。这里有麦芽糖浆，应该好吃一点。大豆分离蛋白，然后这还有个绿茶提取物，这倒是新的配料啊。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有没有继承性的关系，但是，哎呀，撕起来不太好看。哎，看起来造型不一样啊。变成了这样。这个硬度比那个要高啊，这个更硬，但是更好入口。这个好吃，这比这东西，这比这块肥皂好吃多了。说是麦香，其实这是巧克力味的啊，这个其实吃起来更像是一个比较硬的巧克力。我没觉出那个什么麦香的风味来，但是我吃了一股巧克力味，味道不错啊。看这个泡面上有一些是什么东西啊？
切口还是豆子之类的东西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这东西味道不错，而且比这个要软，这个冻结实了。虽说这玩意儿敲的比较硬，但是吃起来比这个好入口。来尝尝它这个花生，来，它还是看一眼它这个配料包。啊，麦芽糖浆，然后这些东西，还有芝士粉。花生酱、全脂奶粉、牛奶巧克力，怪不得是一股巧克力味儿。还有芝士粉，看起来这个东西确实是比较好吃啊。哎，这个东西就是黄色的，里面加了芝士粉。嗯，确实是一股花生的味道。口感较硬，吃起来更像是花生酥。嗯，吃起来更是一股那股花生酥的味道。嗯，味道不错，值得肯定。再来一口，我觉得应该是常温下，如果吃起来应该更方便，因为我刚拿快递过来，这玩意儿冻结实了，纱窗外边挺冷的。嗯，啊，少吃两口，好吃不能多吃，这玩意儿能量太高。嗯，好吧。总体来说，这两款军用耐储存能量棒味道是相当的不错啊。我觉得如果是常温下吃，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，很好入口，而且这东西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味道上确实是有很大的改进。这种就是纯粹的肥皂味儿啊，基本上是没什么可以让你接受的味道，你就是忍着把它吃进去之后就行了。你吃到嘴里知道是食物，但是味道绝对不像是食物。然后这个，这两个确实，这个是一股巧克力味儿啊，这个就是一股花生酥的味道，就是那种比较硬、比较细致的花生酥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我吃的这三款咱们解放军的能量棒啊。好了啊，确实是你寄给我的军粮，确实是有一点让我小惊喜啊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各位再见，祝大家好胃口。